补充一个，我在讲义上有附的一个图，但那个图呢，它的表达方式跟它的道理哦，我上课时候没有讲过，我的 PPT 上面没有。电子传递链过程中，电子载体如何传递电子和它们能量的变化的这样的关系，我上课没有讲，所以我现在要补充说明。那我先给大家看这个图在讲什么呢？这边这个地方，就我先打三角形，这个地方，这就是光系统二，我可以写 PS2。好，这是光系统一，叫 PSY。好，那光系统2先发生作用，光系统1在后面。那光系统2或光系统1都有反应中心会照光。我上课的时候我就称他们叫做光驱动的电子帮谱，因为光找到我，我就把电子往前推。那这个电子帮谱被推出去之后，电子被帮谱出去，它就去走电子传递链。那它的传递过路程中有一些能量上的变化，用这个图来表达。好，首先我现在画的横坐标这个箭头指的是顺序，也就是电子传递的顺序。那纵坐标呢，代表的是能量。你看它旁边写的这个 energy 上面是 higher， 下面是 lower， 就是能量高低，所以叫能量。好，那我们看它怎么表达。一开始我们的这个 PS2 的中心，我们的约束 A 电子的能量很低，但是一旦照光之后，我们叫做 excited， 就是被激发的电子态，就是它的能阶提高了，所以它能量增高咯，从低能量低能阶激发到高能阶，这时候的高能电子就会开始依序后面的电子载体开始传递。我现在跟大家讲在哪里，我现在画底线的都是电子载体的名字的缩写。那因为很多电子载体也不要你背，我们就说依序经过了1号电子载体，在2号，在3号，在4号，依序由1,2,3,4,5,6 往下传递。那这个1到6代表什么意思呢？其实代表就是对电子亲和力的大小。那我写在上面哦，对电子亲和力，亲和力这个概念你们在化学应该学过了，就是爱不爱电子叫亲和力。好，通常是这样的，越后面对电子的亲和力越大，越前面对电子的亲和力越小。其实这样有道理啊，因为你越后面越爱电子，电子才会不断的往后移动。如果你中间有个大的，假设这个好大哦，它抓了电子之后，它就不愿意把电子往后丢了。所以电子载体对亲和力的大小，当然是依其顺序逐渐的越来越大，你的电子才会很顺畅的往后移动。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过程中，这些电子载体对电子亲和力是由小逐渐变大，但同时电子本身的能量却不断的衰减，所以你会发现有这样的关系，电子载体的顺序就代表对电子亲和力由小到大的顺序，同时这个顺序上面的电子也会依序由高能量从比较高逐渐衰退成能量比较低。当我的能量低到最后的时候，是当我电子跑到了光系统一的中心，这时候能量好低哦，怎么办？这么低的能量我没有办法再交给别人了，所以为什么要有一个光系统一在这边又照光？因为我再把低能的电子用光把它激发，又变成 excited 的那个电子，这时候呢又进行后面序列的那个电子传递，最后后面写1 plus 2 plus 3 plus 4 plus 就是另外一个电子传递，最后就交给了这个，然后它呢就把那个 NADP 振接收电子变 NADPH， 所以最后就是电子接收者是它，这个叫做氧化性辅酶接收电子还原。好，那这边的电子传递链过程也是有一样的，往后面是顺序1 plus 到6 plus， 这是传递顺序，同时也是对电子亲和力由小排到大，电子亲和力由小排到大，这是亲和力。好，可是它的纵坐标呢依然是能量，从能量高一直到能量低不断的衰减，也就是说电子在传的过程中，能量本来就会不断的由高能量逐渐衰减成低能量。那为什么中间会突然间高起来？因为重新激发就要吸收光能。好，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关系，电子传递的顺序，其电子载体亲和力对电子的亲和力由小排到大，同时它所携带的电子能量从高逐渐变低。好，那会衰减，那衰减过程中那能量去哪里了？你可能说变热能散失，也可能让氢离子被打到了那个类囊膜腔里去建立了化学渗透压，所以我花了它的能量去建立了另外一个化学浓度的位能，就有能量转化，所以你看电子能量下降了，建立了另外一种能量，就是氢离子的化学渗透压。好，以上这是电子传递过程中电子载体本身亲和力大小的改变及所携带电子能量改变的关系。好，那我的讲义上有这个图，可是我那个图比较简单，但那个图我跳过了，我都没有解释，所以我现在来把它补充说明一下。那你看这下面叫它 Z 链是指什么呢？就是你不觉得它长得很像英文字母的 Z 吗？ Ju 他们说这是 Z，
但是为什么说日？因为日是这样走的，按照它的笔画顺序 ，N 的话要先往下，然后是往上，再往下。你看这个顺笔顺不同啊，所以它称为日链。反正不重要，就称它为就指好像顺序有这样的感觉了哈、哦。我能写完了 哦，对不起，是先这样，然后再这样，对，然后再这样。那笔顺不同啊，它是先往上，再往，对，所以不太一样了。哦，所以叫 Z 是 Z 倒过来的，这不是重点啦，这是喂，好啦，那 Z 链也不是我们要讲的，Z 链根本不管它，可是它就是因为有这个字啦，就给大家建议，不然叫我们中文的叫之字形，之字形，就这个之啊，像那个火车爬山有之字形的轨道，这个点代表电子啊，电子在走 Z 啊，走之字形，好棒喂，好啦，这是说明一下。